他直接从下面上。这么短，它在油中它也长了。那细的鼓励啊，这个短也气大，应该大呀。进不来，那还两米进不来。你现在跑步的也不会在那里工作也不会好，是吧？是哪个？我这样没跑，你下个屁呀！对呀、啊。
试试看。太硬了，看来是不是牛肉这个味道了？是是，我切住了。对呀，怎么硬？有声音啊！太冷太冷！你有声音啊，红姐？有声音啊！做的那么，哇，现在多好了！你光顾说话，都已经给你奉送了半钟头猪血了，你还要怎么着？这个猪血吃的那么难看，怎么有收据呢？走，不要前面走，不要前面走。我老是没脚踩。